阻断了工程师的快速反击。洪凯杰掉给禁区的，哦，这边这一个挥肘的动作就在裁判的眼前，恐怕会有一些些的争议哦。刚刚是朱云豪来卡他，那哦，在后来李佳瑞有下手了，佳瑞其实被干了一下拐子啊。对，那主要也是因为李佳瑞这个手在犯规之后一直摆在Johnson 的身上，所以CJ 才有这样子情绪上面的一些反应。不过刚刚裁判还是针对刚这个。你刚是比方说你常用匈奴或者法兰克了，最常用匈奴，不用盖房子啊。对对对，奇怪，明那个精锐年乳兵已经结束了，怎么还在世纪帝国？匈奴很好用，可以打风快。对对对。